台湾福斯原厂近期宣布了他们在台湾的电动车计划，他们将首次引进国际热门的 ID4、ID5， 预计新车明年将正式亮相并且上市。此外，台湾原厂还计划推出性能版本的 GTX 系列。随着原厂积极布局这个电动车的产品线，未来还可以预期这个 ID 系列的 ID6、ID7 等其他电动车型陆续登陆台湾。大家在影片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台车款就是 ID4， 它是一台中型的休旅车，它拥有 Matrix 矩阵式 LED 头灯、大开口的下气坝和银质下护板等亮点的设计。此外， ID4 还首次搭载了 3D LED 尾灯，并具有这个流线型的车顶和低滚速的轮圈，风阻系数仅为 0.28 CD。外观的部分啊，更是动感十足。另外还有一款 ID5， 是一款令人注目的跑旅车型，它基于 ID4 相同的技术和平台打造，但在外观上赋予比 ID4 更强烈的跑格气息。动力和内装呢，与这个 ID4 相似，可以说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孪生兄弟车型。让我们来看看内装设计的部分。 ID4 和 ID5 啊，具备了 5.3 寸的数位仪表和10寸的 Discovery Pro 中控萤幕，而最大的萤幕尺寸呢，可以选择到12寸。车辆具备卫星导航、手势控制和 Hello ID 语音助理功能。此外， ID4 的轴距达到 2765mm， 基于 NEB 电动车模组化平台，提供宽敞的车内空间。大家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后排的空间呢，也是相当的宽敞，而且还支援424倾倒。后行李箱的空间呢为543公升，如果全部倾倒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来到1575公升。在动力性能的部分，根据去年在日本市场的一个参考规格，台湾将引进 Light 和 Pro 两种动力选择。 Light 版本的起售价为500万日元，相当于新台币约110万元，搭载52千瓦的锂电池组，提供170匹的马力和388公里的 WLTC 的续航里程。 Pro 版本则拥有77千瓦的锂电池组、204匹的马力以及561公里的续航里程。随着台湾福斯公开电动车的计划，他们也积极扩增充电基础设施，为台湾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纯电动的一个选择。随着电动车的计划的实施呢，福斯的 ID4、ID5 等电动车家族啊，将进一步推动纯电动市场的一个发展，也由衷的希望福斯原厂能够尽快的导入此两款车型啊，进入到台湾，并且啊，尽快的建设它的一个基础的充电设施，提供消费者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充电品质。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哥的频道，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啊，就是支持哥最大的动力来源。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 ，See you next time.